眨了眨眼，一直点点点点都等到睡，因为风里的超爱眼。哦，计算你别偷偷偷笑，我要开心的大叫。哦，八三你别偷偷偷笑，我要开心的飘摇。Say like a seki， 卡达恰 say like a seki。今天是好天气，心情一定要美丽。Say like a seki，卡达恰 say like a seki。今天是好天气，心情一定要美丽。今天是好天气，心情一定要美丽。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土沟的农村摇滚音乐季现场。你知道土沟在哪里吗？你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音乐会吗？跟我一起来了解吧。虽然我都觉得还好，可是他都会觉得，对啊，因为你每次。这次我来到了台南土沟，参与了一场特别的农村摇滚音乐季。从事前的准备工作，一直到演唱会当日。我认识了许多人，听到了许多故事，或许有些过程并不如心中所预期的顺利，但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这次旅程中难忘的回忆。第一次踏入土沟，就被这里美丽的田园风光深深的吸引住。一望无际的稻田是我对这里最深的印象，而今天刚好也碰到了采收香瓜的日子，当然我也要来亲身体验看看哦。这边主要以稻米为主，稻米为主，对，然后再来就香瓜，嗯，从这里，从这里，对，从这里。所以以前就有在种香瓜，嗯，是最近，最近啊，对，最近香瓜比较那个，要不然你现在看去整片，你看整片都是稻米啊，哎，对耶，只有这一块是香瓜田呢，对啊，好多哎。小颗的，因为这里采第二次。采第二次哦。对。所以香瓜一年大概可以就是采收几次的？看这个收起来，可能还再种一次。嗯。种一次之后就改种那个种稻或种其他东西。哦，就是让土地又换新的这样子。哦，这样子还蛮不错的，让土地有休息的那个。哦，那这个可以了。真的刺刺的，这里再切掉，耶！叶子还要切掉，叶子。咦，我要把叶子丢进去，是香瓜要丢进去。所以马上就采完就直接拿到这边，赶快洗，洗洗就装箱，然后再到。菜市场去，所以就等于是现采，然后就马上就送到卖场这样。对 对。当天的那个。对。啊，这个洗好了。所以在这边也顺便是挑那个，比如说有坏掉的，对不对？对啊，像。好，像这个。就是坏掉了。哦。就挑掉了。哇，旁边一堆这样。对啊，那个都坏掉的。嗯。甜，而且自己采的更甜。嗯，所以大哥，你是
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种田，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没有，我大学毕业就去台东，工作了十几年。对，是哦。所以你之前在台东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公务员啊。公务员哦。对。那你是退休后回来吗？可是我看你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吧？是辞职，不是退休。辞职？对啊。为什么会想要辞职，然后回来种田？因为公部门不是很稳定吗？做就是做农会比较不稳定，这样。可是办工程的压力大，然后家里面只剩妈妈跟阿妈，所以说啊，因为家里面有田嘛，所以说就回来耕作这样子。我就来也是回来帮忙这样子。所以林大哥，你之前在台东工作的时候，你会常常回来吗？后来的这一两年，几乎都是礼拜五下完班就回来这边，回来家乡。哦，是哦。对。哦，那你现在回来之后啊，就是你觉得跟你那时候在台东工作那个心情，是不是有变比较好一点？心情差很多啊。嗯。因为在那边工作压力蛮大的。他只要一放假，就会想往外面跑，因为本身喜欢拍照啊。啊，你喜欢拍照？对对对，所以说假日就往这边跑，或者在台东的各风景点拍照这样子。在农村里意外认识的林大哥，除了告诉我许多农业知识外，也告诉了我一段土沟的历史。原来土沟以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农村，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让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工作。但在12年前，突然来了一群南艺大的学生，他们在这里展开社区营造工作，将原本荒芜的房舍重新改造利用，把整个土沟里打造成一个最自然的农村博物馆，让人们来到这里可以更贴近农村生活。而这样的构想也意外地为土沟带来了一股新活力，影响了村子里的老老少少一起加入了社区改造的行列。久啊，你有感觉讲即马土高变较
过吼，砖头加足水啊，加那就足清幽安尼。啊，介侪观光客来咧观摩。啊，以前你拄啊过来遮的时阵，你感觉土狗安怎呢？我当过来遮的时阵，大家拢农村哦，拢大家拢做事，做事人天光都拢有，但是啊，透早就出去啊。无咧注重环境。我咧注重讲这个环境的美观啦。啊，即马就变个就水。嘿，即马的人介敖整顿。阿妈画的主题大多是儿时家乡的农村回忆，或是出游时所看到的美丽风景为主。当然，土沟附近的木棉花道也自然成为阿妈画中的主角。不过我发现，原本很活泼健谈的阿妈，一旦开始画画，就变得好专心、好认真。而且我还意外地发现，阿妈的签名居然是一张笑脸呢。原来阿妈当初是因为害羞，才用笑脸作为签名。不过现在这个笑脸却变成阿妈的政治标记，让人们一看到画就能想起可爱健谈的豆尾阿妈。喜欢看它起来看哦，哇，好多种哎，嗯，哇，所以你就是在这边现场做给大家吗？原则上小东西的话会这样子，对，嗯，对，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产量没有到很大，对，所以都要随时随地都要制作。哦，因为我刚刚来又看到你还好像在后面做什么东西，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今天有简单的 DIY， 对啊。哦，马上就可以做好的东西吗？对啊，对啊，对啊，可以让游客体验，就是说我做产品的感觉。哦，好啊，好啊，对对对，就在这边做吗？对啊，坐在隔壁。隔壁啊，对对对，等这里。耶！我刚刚看到你那个招牌上面写说土沟小吴，所以你是小吴哦。对啊。哦，你就是小吴本人，所以你是土沟人哦。对，我是土沟人。是啊。就是在土沟长大的。哦，所以你从小就是在做这个木工这样子吗？不是，没有，我之前是做平面设计的，因为那时候也开始有想说要自己创业的想法，然后突然就把工作辞了，对，就突然拎着包包回家，对，那时候父母都没有都不知道我辞职的这件事情。你有告诉他们辞职的？没有。然后就突然回家了。对对对对对。那你那时候怎么会就是想说要做木工？哦，没有，因为做木工的话是纯粹是一个意外。意外。对对对，因为那时候 case 都一直接不到，对，所以那时候就还蛮闲，时间很多。嗯，对，因为我爸那时候是，因为我爸一直都是做木工，他是做大型家具那种的。哦。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都会拿我爸他们做裁起来一些小料来做一些小东西。对，因为对，因为我一开始，我从以前到以前开始就喜欢做一些小东西，这样子手做的东西。哦，然后就那时候就是这样弄弄弄弄。对，就做着玩，做着玩这样子。小吴，我忍不住要讲，嗯，我发现呢，你的作品都是属于可爱风呢。因为我住农村，我住乡下，对，所以我主要元素就是以农村景物，对为主。哦。对，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童年幻想，对，就是我们小时候有很多幻想梦想，对那种，对，这两个元素，对，都是可爱的东西，这样子。我看刚刚看到还有猫咪呀，哦，对，这样子的。对。哎，所以你都在这边摆摊吗？嗯，其实大部分我也是会到市集，对，别的地方的市集，
所以就是其实你会到处到处都看得到你这样子。对，哦，因为我不喜就是不太喜欢说在网络上，对，因为网络上是图片，对，他感受不到做出来一个食品的那种感觉。对，因为这其实这种木头的东西摸到看到，对，那个感觉，对。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土沟，我本来以为就是呈现在我眼前会是一个非常沉静的农村，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农村的时候呢，我发现它是一个很有色彩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走走逛逛之后，也遇到了当地的居民，我发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农村，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有传统的美，然后也有现代的美，它是传统跟现代结合在一起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次主阳啊邀请我参加这里的土沟农村摇滚音乐季，可是目前我还没有感受到任何摇滚的气氛，在这里举办摇滚音乐季会长怎么样呢？很期待耶。怎么会就是想说要举办这样的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其实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发想啊，就为什么会说叫做听见台湾的声音，然后要每个乐团替自己的家乡替台湾这块土地去写歌嘛。对，主题是故乡，对，主题是故乡。对，那像我找这十二个乐团，那这些故事应该要让更多人去听见，对，那所以我们才会说，哎，好，我们要办一个音乐季，那找这些乐团过来，他音乐季会成为一个平台，然后更多人可以进到这个平台里面，对，然后借由音乐，然后去讲这些乐团的故乡，讲这些理想，这样。就说他们十二个团就等于十二个地方的故事，这样。对对对。可是怎么会是要选择在土沟这边？因为通常大家想要办这些就是比较发声的，他们会选择可能在台北啊、高雄啊，就是比较人多热闹的地方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像为什么办在农村，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展，就叫做土沟农村美术馆，然后现在是展期，对，那我们这是其中一个系列活动，对，然后为什么我要办展，是因为我们希望借由看展的时候，甚至说来听音乐季的时候，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走到农村来，因为其实很少人会走到农村，对对，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活动，那看展它或听音乐，它其实只是一种方式，那借由这种方式让人家进到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去体会到，或者说跟在这边的一些长辈啊变成朋友，对，然后重新去感受农村，重新去体会所谓叫泥土的温度，像这种感觉，对，那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我们要办在农村。那这样你要办这个音乐会在这边的时候，那在这边的偶像上偶巴上有没有就是跟你们讲一些什么？然后会不会觉得说哇，怎么要办在这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个活动是全村都会一起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对，它不只是对外面的朋友，它是一个音乐季，它也是土沟居民的一个音乐季，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有分送，每户人家都有送票，那就希望说大家就是自己社区的活动，自己大家要参与，邀请他们来，然后一起来，然后就是让大家让他们也知道说，哎，我们这群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事情？对，对啊，就是，对，因为他们难免就是因为可能会很大声嘛，很难免可能会觉得，哎，他怎么就是为什么这么吵？对，那倒不如说邀请他们一起来欣赏，一起来玩。你第一次来土沟之后，你觉得就是土沟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其实那时候因为我是也好几年了，好几年前，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过来。对，那其实那时候来到土沟就哇，真的很偏僻，很农村。对，然后但是跟这边居民去相处以后，对，又觉得说哇，这个社区其实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就是居民之间的互动啊，就是其实都很热络，就是不管说人与人之间也好，或者说在那个整个心境上面来说，对啊，就改变很大这样。
在大家准备了许多天之后，终于等到了音乐会当天，但却让大家十分的意外，因为已经快半年没下雨的土沟，却突然在今天下起了大雨，而且等了许久也没有停雨的情势。不知道主良的心情现在美不美丽呢？怎么办？我们遇到了所有办活动的人都不想遇到的事情。雨下来还蛮大的。对啊。对啊，就其实今天早上起来，然后看到天气阴阴的，对，然后湿气的那个味道很重，所以 那时候其实就赶快打电话联络，嗯，叫说可能会下雨，那要不要搭棚子？就是在那时候有心理准备。对，然后那时候就先把请那个搭棚的团队过来，对，然后先把我们这几顶先搭一搭。可是你用。你看你跟我说你筹备很久了，然后就突然间下雨，你一定很难过吼。对啊，但是就其实办活动我觉得难免嘛，嗯，对啊，因为我们又是在户外，对啊，所以这种当然会有不可预期的因素嘛，对啊，对，所以你算是还蛮开朗的哦。那我可能就是等下结束我就去后面偷哭了。不要哭，不要哭，会有人来的啦，会有人来，对啊。所以就，希望等一下雨会停。对啊，也希望等一下就是乐团演出可以把整个大家的气氛热络起来。哦，待会开始一切会顺利。虽然天空下着大雨。现场的工作人员依旧忙进忙出，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并没有任何人因此放弃或沮丧。后来越来越接近开场时间时，我想主阳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了，因为这场雨似乎没有浇熄民众的热情。好香哦！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好香哦，底下都闻到啊！哎呀，就香的啦！这是啥物物件？这挂吊啊饭啦！啊，挂吊啊饭啦！挂吊啊饭。对哦。挂吊啊。太香哦！挂吊来吃这啦。割稻仔饭。对哦。哦，是哦。为什么叫割稻仔饭？早期我们都还是人力跟中时期的时候，那我们因为我们在收割稻子都是靠人工去收割嘛，所以今天我家割稻子，大家会帮忙我来割，那主人家就会去准备简单的饭菜，挑到田边给大家吃。哦，那因为劳力耕种，所以就会要吃比较带有咸分的饭，对，所以我们后来这个割稻饭是一个统称，不然在乡下阿妈他们都会说这个叫捞本。它是有固定要用什么材料，还是说当季有什么蔬菜就丢进去？基本上每一个农家他会去使用的方式不一样。那在我们这边的话，阿嬷她在教我们的料理方式，是她会去用萝卜，它有它的甜，所以你在炒过之后，在拌到饭里面吃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会比较吃起来有一个清甜的味道在这里面。那当然有些农家他就会再去用其他的方式，可能用地瓜或南瓜都有。就各地的其实他们的那个萝卜都不一样，除了蔬菜还有萝卜、香菇，这个是豆干对不对？这个是素火腿，因为我们是素食人，有野菜吃的，所以它是素的素火腿，还有玉米哦。黄黄的是稻米的那个。哇哦！他直接这样子，我知道倒在我的手上好了。我有洗手。先来吃一下这个。哦，好香哦！我刚刚在外面就闻到这个香味，而且它真的是，就是有甜甜的，然后又咸咸的这样子。其实感觉应该光是吃这个就够饱了。我们之前有朋友来，因为很喜欢阿嬷煮的这个挂吊饭，他一口气吃了八碗饭，
所以你今天可以来挑战看看。我觉得我可以吃一碗就好，就这一碗就好了。还有其他很好吃，这一碗就好了。你要这一碗是不是？那凤小姐来的都吃了两碗，连小姐都会吃到两碗，哇，真的太好吃。好吃哦。好吃，对，好吃。而且那个是因为糙米的关系吗？有嚼劲，对，好 Q Q 哦，真的，这个会吃饱哎，哦，吃饱饱，然后再去听音乐会，吼，可以饿了记得再回来吃，对，还有很有体力。像这种利用农村传统家常菜和在地食材与音乐会结合的创意，让我感到十分的新奇。品尝完美食后，雨势也变小了许多，不知道是不是连老天爷也感受到工作人员的用心了呢？此时就在众人的期盼下，音乐会也顺利的展开喽。1 2 3 4非常开心的，今天可以来这边的音乐节，然后也特地呢为了这个音乐节写了一首有关于故乡的歌，这样子。那其实这首歌的比较多的理念是来自于我在写我的故乡。随着就是经济的发展，我们那边变成了工业区，然后有越来越多的烟囱啊，然后石化工厂搬到那边，然后就变成很多的相对的就会发现稻田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当我看到土沟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年轻人来这边开始回来，然后帮助他们家乡让更多人知道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很羡慕，就是这个地方有越来越好的发展，可是我的家乡好像只能越来越被污染这样子。希望我的家乡可以还原成当初那么美好的样子，对，然后送给大家叫做《还我》。洋葱换了大洋葱，
为了我们更多的物欲去破坏这个地球。谢谢。今天会上台也是很临时的一个决定，因为本来是跟着团队们，我们是来记录这一次的那个土沟农村摇滚音乐季。然后谢谢主阳，他知道我爱唱歌，所以我邀请我上台唱一首歌这样子。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是我自己为了我的故乡创作的一首歌。哎，大家知道我哪里来的吗？周族，对，我是阿里山的，就是阿里山的姑娘。然后我写这首歌呢，叫做《山顶的贝壳》。那其实很奇妙的，就是今天同一个时间，我们有一群周族人也在台南市区，那就是举办了一个应该是怎么讲，祈福的活动，其实是祈雨啦，对不起。你们周族语，你们周族语。今天他们就下来办祈雨的活动。为什么周族会来到这边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因为其实以前周族也在台南安平沿海一带生活过，然后所以今天张燕这边唱这首歌还蛮有感受的，《山顶的贝壳》，谢谢。
守住这里的梦想，等看土地上汗水早已蒸发，开始崩落的梦想，开始脆弱的天堂，已经不是永远的天堂。乐团来自台湾各地，有唱英文歌的，有唱台语的，当然也有我台东的好朋友哦。这次来，我们来这边就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我们来这里表演，我们的感触就已经很深了，就是觉得说哇，这种讲难听一点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居然可以有那么多人来这边听音乐，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摇滚啦。摇滚的精神就是你就越觉得没什么，可是却做得到那样子，所以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跟把这种感觉带回去台东，来在这边学习到的，然后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台东的哪一个角落也可以像在台南土沟村里，然后土沟农村里面，然后得到一样的东西。然后今天我们要唱这首《山海在》，然后这首歌是在写我们在家乡，就是在台东，然后因为最近台东有这几年，然后发生很多一些，土地跟海洋山的一些 BOT 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是原本就存在的东西，那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那如果就是被一些 BOT 掉了，我们就可能以后就会失去他们这样。然后这首歌是在唤起我们，就是台东的子民对土地的一种认同跟守护它，然后把它保护下来一种心情，去写这首歌《山海在》。
经过了连夜的大雨，第二天早晨终于一扫昨日的阴霾。南台湾晴空万里的天气让音乐季现场更显活力，村民也全员出动参与这场盛会。他们的齐心团结、活化村落的决心，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这次的演唱会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时宴席总有散场客，这次土沟音乐会的圆满落幕，也意味着即将拉起明年音乐会的序幕。因为这场音乐季让我来到土沟，感受到它不平凡的农村魅力。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来到土沟，我们不必刻意，你可以穿着轻松，用步行或骑着脚踏车，慢慢地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寻找自己心中的陶渊明，在每个角落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忆。今天我们不说再见，因为土沟随时都欢迎大家回来。